又来哇哦！我以为画面坏了。对，我刚才以为更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好神奇的滤镜哦！这个就是应该是在一代的吧？那你从哪里进来的？我们出去，我先出去看一下好。好。不对啊，这已经进来了、啊。没有，那没有没有，你先回来，你先出来，你先出来。哇，连我技能按钮都变了、欸。我已经忘了怎么玩了。哦，按四。哇哦，好酷哦！我的步伐怎么会变这样啊？是以前的步伐。那我来回去比对一下。哦，对啊，这是现在的步伐，这是以前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去打一下看看。你开普通干嘛？我们要打苦痛时啊。没有啊，我就要测试啊，我不想要一直死。哦，好。是哎、欸，不会怎样啊。还没准备好。这不是 POE。那我要先把它玩完一轮。对，想说。好，好 ，Let's go。好欢乐哦。耐心一点。这是以前的怪吗？不是啊，这是现在的怪。没什么好拿的啊，这没怪，没什么好宝吧？这是要玩什么？还不行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直接冲王，他就找一下王那。我们直接找王，或是精英怪打一下。我们骑马的很快、啊。束手就死吧！下一层。Go go go！ 我们两个 build 还是一样的嘞。对啊，几乎一样的。我们才是王吧？快，我们快找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打倒王就结束了。没有，不然都可以骑马。黑色沙漠，还没准备好，冲啊！哇，有一层，还有成就。耶、yeah, ！拿到成就了，超开心。这有东西好拿吗？算了，算了，是普通的啊。啊，有道理。有箱子要开一下。好吗？如果有传奇装，还是要拿哦。那、啊、当然。耐心一点。好啦，超无脑的啦，冲啊，快！我已经2分50秒了，快！运气太背了。啊？还不行？是这样哦、喔。是这样。哪里有？我有漏掉什么吗？有其他的？其他的路有可能哦、喔。那我们上回上一层。这可能是那个额外的。没有了、啊，这里啊，还不行，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他死了，我有屠夫切肉刀了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要不要换个难度再一次？还是说，我就可以下线了？还没准备好。等等，还有一层。好，还有一层。等我。好好笑、哦。耐心一点。那个圣教军一直叫我要耐心一点。我超没耐心的，现在。还没准备好。我刚刚其实是想要等你，但是屠夫碰到我，他就自己死了。没有板伤了，现在还不行。哦，你的 CD 比我快，是不是？有一个。等我。耐心一点。哦，你说下去哦。该不会可以一直下去吧？哦。
比较瑞克王，所以有骷髅王可以打。看起来是。等一下我，等一下。啊我。啊！等我。正在永不止歇。这实在是一个搞笑影片。好吧，我们再看还有什么。把他全部杀完。还不行。耐心一点。我这个话术真的是特殊的感觉。看起来是什么？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很无聊啊。那是因为你开没有啊？那是因为你开普通啊。没有，可是如果是只是不然打输出，我觉得那样没意义啊。不是啊，这个是刷宝用的啊。哦，有传奇装，等我。你开到传奇的。双手剑，看一下，好，鉴定一下啊，跟都拿过了、啊，这个叫做预言之刃。哦，耐心一点，看还有没有没走过的吧。接受圣光的制裁。没了耶！我庆祝20周年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有呢，还有下一层。哪里？在这里。还不行。对，你是画质太低，又看不清楚。还没准备好。好有趣。把它探索完吧。要把它探索。看看到底还有什么，应该还有别的王啦，不要跟我走不同边。应该说我会跟着你走啦。看来还有下一层哦、喔。照这样看。第五层。这画面实况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会变怎样。别人以为电脑坏了，他们觉得 YouTube 坏了吧？还不行。哎，有王在哪？是啊。我应该有装那个护手吧，会叫，会用那个圣殿会叫王的，对，叫基因怪的啦。不过地图都是原本第三的、啊，攻第六层，在逛大街，还不行。根本是死灵骑士之类的玩意。下一层没办法打开。哦，骸骨密室、哦、有，应该还有，应该还有网吧。我普通这样转转也蛮欢乐的。很欢乐啊，我们继续找，因为没来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他们也打不死我。嗯、啊？这该不会啊？这该不会也是那种吧？是，也是那种单一个的，要回上一层。这个是要回上一层吧？对。我要去找第七层。有啦，这个玩法就跟那个 D2 比较像。还不行，出来就挂。出来被我们吓死了，超休闲吧这个游戏，超休闲，耐心一点，真的超休闲，超赖的。我们要这时候要骂一下酸民，酸民都是屁，然后玩成功很好玩，酸民都是屁啦，什么这游戏很烂，这游戏超赞的好不好？
不好意思，还不行，不会无限城吧？我想应该没那么好扛，还没准备好。哎，什么怪？耐心一点，都看过的怪吧。哎，怎么跟你走不同边去的？还没准备好。哎，没想到这样玩了十分钟了，八成。好怕这也是。耐心一点。这个小猫已经刷那个城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有一个。他总要给一个成就吧，通关的成就啊。对啊，还不行。至少十公成就先拿吧。好吧，好吧。今天的目标。耐心。没准备好。不费吹灰之力。来，大哥，干嘛？还有路，还有路。还不行。哎。小王吧，看那个就是我。那谁？这个是有名字的王而已。沙漠。好嘞。好，对。还没准备好。他那个脚步声好好笑。对啊。耐心一点。快要没有耐心了。好，第九，还不行，在哪？传到我这边了。等我一下下。哎呦喂，他其实有击杀，还没准备好。哦，那就是这一层的吧？让我看一下他在击杀。我们走近一点。来来来，慢一点。还不行。我们用走的好了，步步为营。免得还没看清楚就爆了。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反正我有那个自动。我也有啊，我们两个 build 一模一样啊。耐心一点。几乎一样了，还是有一些细节不同。走好慢呐！好啦，跑一下。还没准备好。不过这纪念地层除了这个画质以外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层地层，连怪都是那个吧，都旧的、啊。还不行。对啊。耐心一点。哎、欸，跑一跑！就你跑太快了，你是可以跑两次哦。还没准备好。没有，因为我的 CD 直接是算，就是可以放好一次，大概隔个一秒就可以来放。我大概要隔四秒吧。耐心一点。我还有。对啊，苦痛时可以打。这个绝对可以刷比较多啊！坦白说，这游戏这样画质，玩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对，真有趣。耐心一点。
还不行。十二，还没准备好。哇，可能有十八层吧。十八层地狱啊！等我一下啦。他都回荡，有人说我应该快打了。啊？这什么？还没准备好。他的那个。耐心一点，哦，地狱的军械库，哦，有血魔将的私宅，爽，凡他所经之处，无不留下成千上万的残破，又下一层，下一层，天使与人类都同样逃不过他的屠杀，成为现在。你看一下有没有说哪一层会有？布尔开锁。啊，布尔开锁。啊。又一层，十五嘞。然后十八吗？怎么可能那么秒的数字？还不行。卡住。耐心一点。啊，你有发现他连界面都有换呢？有啊，变成这种新的风格，也不是新的，是复古风啊。好，碎血祭坛，好，慢慢用走的。差不多要到了啦。对啊，看起来是要到了。哦，这里，你看看，哦、看这精美的炮，精美的那个。好吧，够吧，是有特别的图案，这边有什么？但是没有东西啊。好吧，对啊，没东西啊。但是有不同的东西就是了。那应该往南，没了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就还要再继续往下、哦。到底在哪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是这层也没啦，十五层呢？那暗黑之王在哪？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的某个地方。应该是在上。耐心一点。还是有什么物品？这边。哦。来了吗？等一下，还没准备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进不去。要点那个书啊？要点书是进不去啊？啊？它就只有把我存到上面而已。看，可是我点，知道哎、欸？那是不是另外一边要点？来，点这边。哦，还有另一边的书啊！来。那你点这个，给你点。那我点这个，哎、欸，对，打完就出来吧。哦，来了，等一下先捡东西，等一下，好，一起进去吧。好，第十六，大概就这样玩吧。好，那这样大家知道。啊！还要按按钮啊？对啊。嗯，如果开比较难的是很欢乐啦。哦，这个还蛮好玩的呢。哦，有掉东西的。哎、哦欸，
欸，有剧情，不要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旧的影片吗？还是新的啊？忘了，这好像是旧的影片哎、欸，别按了，来看一下，是旧的吧？旧的啦，这是 D2 的吧？以前的那个。虾米？啦啦啦！哦哦哦哦！科科，哦，变回来了。嗯。干，这样还可以活、哦？都脑袋有洞了，还可以活？这算是 D2 的剧透对啊对啊对啊，这是 D2 的最后啊，对啊，最后面战徽奖励有红灵魂石碎片哦，红灵魂石碎片应该是新的道具吧，所以我们打倒了耶，那边有个门，哎、欸，怎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让我探索一下。还不行，没有了。红门应该就回去了吧？这个门是什么？碎邪祭坛。那就是够吧。好、哦，那就直接按 T 了。碎邪祭坛是刚刚那边。对，就直接按 T 回去就好。哦耶，完成。啊！我要找谁？啊！你说那个石头插自己头上啊？哎呀，可像在头盔内。看一下石头嘛，红灵魂石裂片。嗯，就是一个那个，这叫什么宝石？我都忘了这叫什么宝石了。传奇宝石。就是、传奇宝石啊，对啊。并释放火圈，对。嗯，让敌人进行。火拳就是 Diablo 的技能。嗯。可是没有用啊，除非说可以一直刷这个其他的宝石。应该可以吧？宝石就是你把它丢掉，你可以再刷一个。好了，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的赘述攻略。先去玩别的游戏，再回来慢慢玩好了。应该要开苦痛最难来打打看啊，等一下可以试着开一个那个，因为其他难度应该有不同的成就啦，对啊，那纪念成就大概就是这个吧，就是普通的我们应该看一下成就有没有，看有没有需要拿的一些重点的成就吧，伟业看不到，挑战我也不知道，好吧，研究完了再回来。合作模式，第一章。不是啦。好，拜拜。